will run, I will climb, I will soar.沈月，接下来请沈月发表你的获奖感言。谢谢，就是我其实刚刚彩排的时候加油，你不能吗？你是开心还是太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加油加油，不着急不着急，掌声送给沈月，鼓励月月。因为刚才的数据都非常的厉害，可以说月月出道时间不久，但是有了这么棒的作品和这么高的人气，平复一下情绪。好丢脸。没有，就是妆花了而已。好了，说一说现在的心里话，拿着沉甸甸的奖杯，看到刚才这么厉害的作品和数据。就是，这一两年，也没有想到自己也拍了这么多作品了，然后。我也觉得自己就一直走得比较坎坷嘛，当初签公司的时候也没想到这条路这么难走，但是还好，还好有你们一直陪着我。加油加油，月月加油，不哭不哭，加油加油。我刚刚彩排的时候已经看过一遍这个视频了，但是我没。加油加油，掌声送给月月，不着急不着急。我们调整一下情绪，然后一会儿呢，让月月再次回到舞台当中，好不好？别着急，平复一下情绪。谢谢大家，谢谢百度娱乐给我这个奖，谢谢。说完了。好，不着急，美美的一会儿补个妆再上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再次恭喜沈月。